你知道新加坡、哦、他们玩一种不同的啊，那我的那他们英文叫做 kite 呀、啊、kite 你知道吗？就是那个用纸风筝啊，风筝，但是它也是放就遥控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大家说 go fly kite， go fly kite 啊，在那个 YouTube 啊很多，你打 go fly kite 啊，啊，那也是像个学校这样，他教人家。啊，就像我有看过啊，新加坡有很近很近，非常近。那他用那个 LED 啊，往上飞就很美。他们是玩往上的了。对，因为要看很漂亮。啊，很漂亮。那一般人玩呢、啊，有十多个、二十个、啊，那在天空好像跳舞这样。对对，啊、有像那个飞机啊，编队啊。我要去那个星光，是走这边还是那边？要上去火车站。这边呢？哦 ，OK。但是要经过火车站。嗯。所以说你以后可以装这种，但是很大。这个太大了，这很重吗？哇，就是很轻哦。好像那个蜜蜂的声音。这种啊还不是算很贵啊，这种啊不是不很贵，那种啊政府的啊军队啊那种是真的。我这个算是便宜，然后又好玩。啊，对，你给我一张名片。这个可以加 GPS。啊，对。